来吧，抽抽抽抽抽 Go。啊，果然呢、啊。我觉得20抽或30抽会有。本来我10抽就想要下班了，就不给我下班。抽吧，飞一波。本来想要10抽，我就要下班了、欸，结果不让我下班呢、啊。结果还是应该30抽，我猜的。10抽有难度。10抽。我想要10抽就欧洲下班了。装备池保底也是100吗？我印象中是50啊，我印象中是50，可是很久没有抽装备池，有点忘了。50吧，每欧装备池约50。20就要收工啦。非洲大酋长别想跑，欧洲不适合你去。好的，但我曾经有装备80抽。20抽就收工了啊，对，就是应该就是这样，所有台发挥威力就应该就是这样啊，对。昨天那个只是一时的小错误而已啊。腰带歪起来。来吧，今天应该是不会出锤了。还是30抽有中一个。今天应该是不会出包了。退金。来吧，看还没出，还没出 ，Go！ 来个三拳行，仗出了仗，还算。其实也很 OR 30抽 SSR 耶，应该是 OK， 7777，还算是 OK。777，对，虽然四个里面我最想要，四个里面我最想要是 Omega 那个饰品。对索尔来说，这个没有比较好。四个里面我最想要饰品啊，第一个饰品最难拿，之后第二个饰品可以给 Omega， 我就可以把霸者这一类就放出来了。马上升起来用，居然是杖，两把杖是怎样？给这么多干嘛？给饰品不很好吗？双蛋黄连续两把，点点点点，我都以为我在看 VOD 了吧？点点点点点，欧了欧了，新的头最没用，其次是身。我都以为我点到 VOD 去了。双蛋黄，哈哈哈 ！www 太神啦，666，给你智障，不错啊！太扯了，双双双杖，欧耶欧耶！好看了，我都想抽了。20抽，两把，超级欧洲啊！这个要来投票的话，就是属于超级欧洲的行列。这是几抽啊？果然够智障。20抽啊，20抽两把，而且连续两把。好险没有投票，对，这样不投票都可以进入。智障，看的我都想抽了。你想，不错啊。不投票都可以进入到超级欧洲的状态，好不好？投票下去就变保底了，所以以后不应该办投票了。你看，下次抽卡你要消业障了。你看连续这，你好，你看连续这两次，对，这不是观众认识的索尔非洲台。到不投票就会这个缺智力的账有点危险。平拉力气的手背较深肤色。不投票都可以进入到那个欧洲区。一投票下去，对，直接就。弥补你昨天抽到白毛的痛。非洲到不行，我宁愿倒过来。其实抽这个杖其实没有太大意思，是抽爽的。对，我这次的池子应该就武器跟饰品有用吧。我宁愿昨天有抽到，对，今天歪掉了。对，这两个脚倒过来就完美了。对。就是昨天随便抽一只，对，都今天歪掉，随便给他歪，看到他要歪什么腰带啊，还是什么都可以。有抽到饰品才是真欧洲人。诶，没有人发现我抽。50000钻好猛。
没有人发现我抽。我看有没有人。饰品只有 OMG 有用而已。还是有人抽到按摩醉士啊？看，抽到板甲跟双黄之冠。你都这么说了，之后都给你腰带好了。闪鬼欧到那只好。森索大抽 0.10 抽中账欧亚。那什么啊，那个闪鬼应该是离恩比较啊，两只来比是离恩比较。闪鬼的话离恩好点。因为李恩他那个 debuff 其实是打 PVP 蛮好用的， PVE 李恩可以上状态 PVE 就算了，可是他那个他那个 PVP 上那个状态上下去，上到那种禁疗啦、治疗反转啦，那个对方会很头痛。之前看官方说有第二弹，应该是打错吧。第二弹你说什么东西的第二弹？你说联动吗？联动没有消息，没有消息啊。公众号没有消息。看陆方后续动作了。今天小兵价格不错，可以买。